Wanita, cuba fikirkan apa yang telah Kerajaan Barisan Nasional lakukan untuk anda. Tiada apa-apa pun. Sebenarnya, perbelanjaan pihak kerajaan ketika ini untuk sukan bola sepak adalah lebih banyak berbanding perbelanjaan untuk pusat penjagaan kanak-kanak. Suara anda pula langsung tidak kedengaran di dalam kerajaan. Pakatan Rakyat telah pun menyediakan agenda wanita Malaysia untuk memelihara kebajikan anda. Ubah sekarang. Bersihkan Malaysia. 在本届大选以前兵身份南下古来的原任沙登国议员张念群，在提名日当天向马华候选人郑正贤发出辩论邀请书。事隔一日，两人在夜市扫街相遇，张念群再次邀请他辩论，但郑正贤却延续原任古来议员兼马华前总会长黄家定多做事少说话的作风，以没时间为由当场拒绝了辩论邀请。我已经，因为你张那昨天给了我，我已经看了。 那么已经定多了，就是说，这一回的没有，好，好吗？好，加油，加油，大家一起加油。大家祝福大家，大家祝福大家。好，你的意思是？嗯，对对对，这一回没有，因为我的时间表已经排好了。那么我选民也告诉我，尽量去多走，多做事，少说话。那么选民都已经告诉我这样了，那么我身为要选民支持。 我就根据他们的说讲的东西了哈。郑正贤隶属皇家定派系，曾担任原任州务大臣阿都干尼的事务官。面对来势汹汹的行动党小辣椒张念群，郑正贤认为谁的胜算比较大，目前还未明朗化。不过他坦言自己并没有压力。没有，因为好像像一些问我问题说三角战、四角战、天兵的好。 都不是我的重点，也不是我要考虑的方面。我的重点是说，我应该做我要做些什么了，就朝我的方向走。那么我能够为人民带来些什么了，就带这个目标去走。因为事实上，这些年来，大人民都看到我是用真心，一步一脚印的去为民服务，也从没高调做，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英雄。通常都是以低调的自己，才好像做一个诚实的君子这样，能够解决问题的君子。这是我一路的概念，所以我一直都秉持说。 多做事，少说话。郑正贤也透露，黄家定将会在大选为他助选。张念群面对黄家定加持的马华古莱国席候选人，古莱这场应战势必备受瞩目。Kini TV 张雨林、彭雪琴，古莱采访报道。